无论喜不喜欢，我会去尝试。我明确的就是，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可以保证。但是下一秒我能怎么样，我保证不了。所以我选择我是为我想要的自己。我叫李天明，我的英文名字叫 Adnan Shoker， 我妈妈是法国人，我爸爸是黎巴嫩人。我自己也喜欢极限运动，我的梦想就是做服装这一块。目前我们差不多五六个品牌，就是在中国比较有名的，就都是由我们来负责设计跟开发。四分之三侧，侧一点点，哎。哎，要不帮我做一件夏天的？我可以，比如说我去冲浪的时候，我就当换菜，我觉得挺好看的。你这个不会很热吗？别管他的，你管他热不热，那行，好看就行啊。对对对，然后你得给我个时间。是你再不出来了，我们就没机会了。所以今天你开发的所有的，你做的所有的工作，根本就是我们自己去做。那我们自己去做，你知道的，我们要花很大的心思，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法国，我读心理学，后来大四的时候我就要出去做研究。但是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中国我有很多机会。2011年的时候毕业了，然后呢就到了柯桥。2014年我就创办了公司。第一年只有800平方的一个小厂，第二年直接在2000多平，然后我们就做起来。每一年成长很快，就是一下子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做的前几位。项目已经很成熟的一个，不单单就是我的动力冲浪板了，哎，它是还要包括一个那个索道公园，啊，然后呢，它只能就活动在这一块地方，这个道具。索道拉着这个人跑。绍兴以前呢，我们这边做纺织嘛，就在河边摆摊，这个画面我觉得特别中国的，就特别代表这个地方。刚好我们的项目就跟水有关，然后绍兴也是水乡，会有很多外国人过来尝试，同时很多中国人一起来，就是就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我跟我老婆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我在烦恼的时候，她选择包容。拜拜。我就觉得他就是我想要的人。哎，这是妈妈。这是妈妈。哎，你说妈妈。我是希望他能接受黎巴嫩文化、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我以前脱离烦恼，关机手机，然后就玩一会儿。现在不会。就哪怕我要关机手机，我会提前告诉我老婆我在哪里，我在干嘛。跟助手说 hello， 因为现在有孩子，有责任。当时我选择来中国，就是带了400美金。我离开那一天，我妈妈告诉我：“你把我的心带走。”我不想输给自己，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就。”不会回来的，如果我输了我也不会回来，我有我自己想要的人生。中国现在一切都方便，你坐在家里，你睡觉的时候你都可以在。我们有时候在聊天呢，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在中国有什么都方便，就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就是觉得你活在梦里吗？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一切都可以把它做到了。
中国轻纺城知名韩国外贸企业成品员工，工资3500至10000元，要求爱学习。我是绍兴韩国商会的会长金吉龙。1997年的时候，金融危机过了，刚刚发展速度很快的时候，我来中国。反正我这几天我4天5天都来这里，没有办法，着火。现在是年轻的人少，有点辛苦的话是他们不想做也有。中国生活越发达越难找。你在这呢？啊？走，来。在哪里啊？啊呢？양쪽도지금양쪽다경계들어갔어。我小孩子4年级的时候，去了那个杭州有一个卖糕卖帽的市场。一定要卖下来，不卖的话是我不去家里闹了。살짝살짝어이공격한다공격한다现在那个生小孩呢越来越小，宠物的用品是，市场是越来越大。这几天开发是狗啊、猫啊这种的那个用品，我们给他那个打样，他们确认的话是可以。여보세요？예，사진한장보내드렸는데。예，아봤습니다。예，이런식으로갈거거든요。그옆에는어떻게되죠？옆에는이제그옆부분에이제무늬하나개나뭐고양이들어가는무늬하나생길거고요아요렇게네중국是工艺大国，韩国的新的材料出来了，我们拿过来这里可以做的，所以说中国是这个优秀的地方。我小孩子生的是韩国生出来，但是所有的生活是中国，他是实际上中国人一样。거기도괜찮아？他准备去加拿大，我是真心话是反对。朋友圈呀？他待我不是不好，但是有点现在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经常说的东西少。他心难过的话是，我也有，难过。这个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但是我爸爸呀，爸爸是，这个路是怎么样，这个路是怎么样，分析是一定要给他的。哎呀，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对笑容这样熟悉，我一直想不起。啊，在梦里。我们韩国人的那个生意上做的时候，平常有矛盾出现的，有的时候是生意上谈不了的问题，各样各色的那个问题出现，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有的东西是中国发达，有的东西是韩国发达。
但是生活上是我感觉没问题。啊，你自己爬着是狗狗，给他前面起来。那个现在是行情不好的时候，去一趟这样的地方，很开心。谈到哪里的话是水上，还有是天上、山上，开心。已经20年左右我做生意了，失败的比较多。苦恼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说，但是。自己有家有，爸爸是一定有那个责任心，家庭的那个生活大部分担当是啊。我自己的特点是，我不怎么多，但是人是都希望，有希望的时候人是都做的，没有希望的时候是不能做，所以我评价是不够。但是努力的人世上之My dad is in the textile business. Ever since birth till now, I've been really busy with my own schoolwork and my own social life. Mr. Kundu. Hey, thank you. Thank you. Take care. It's okay now. Many flights from Dubai. Insurance also become expensive and not easy to get. I have never really discussed my dad's business and got to learn about him. It's okay. So can we have a meeting? 我的名字是 Nikki， 我是一名印度人，2003出生。出生3月，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一起来到赫桥。I have been studying at Xi'an Jiaotong Liverpool University in Suzhou. We'll continue my further studies abroad, and I'm studying architecture.So now I want to spend maximum time with my parents and learn more about my dad's business before I leave for abroad for further studies. See, today I'll teach you what item and what we are doing. It's very flat. Yeah. When you're wearing your dress, it should be like this.It's called drap. Yeah. So drap, it's come by the twist. So recently I have been star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my dad's business, about textiles,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him to go in depth on what the logistics and the, how the system works and go deep into it. So that's my goal before leaving. Basic idea of the business. We are a sourcing company. We are selling not product, we are selling ourselves.When I'm with my dad, anything that I want to discuss, he's my go-to person, and he's someone I can always go to no matter what. He's like a friend to me, more than a father. Hello, Nikki. Hello. Oh, Hello. She's here. Oh, where? What? Oh, my child. You are taking us. Don't say that. For my further projects for architecture, a lot of my inspiration comes from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ve been living here all my life. The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s I see around me are very inspiring to me. I come from India and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ackgrounds and traditions. However, coming here still feels like home.Because of the people are really nice and really sweet.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nd family and relatives, and
a lot of people that I get along with and love. So Kachao feels like home to me more than even my own birth country because I've been here all my life. So it feels so homely. So being here, being in this country and having the right people around you makes me feel good and makes me and my family feel comforted and safe and warm and loving.叫拉德曼，我是也门来的，高雄新房城很有名的。很多阿拉伯中东那里听说高雄的名字。第一次来那个时候，他现在十多年了，十三年了，走了。在高雄已经六年多了，在中国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是做贸易，真正涉入实体的是2011年在埃塞托法萨直布依南城。我一去这个国家啊，就改变了，确实是改变了我的印象。我就住在厂里，和员工同吃同住。非常大的变化，开心的是换新的形象，因为那位大的形象。中国朋友是要什么产品，我们国外版他们采过，有一些我们这边国外的朋友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也帮他们这边出口到国外。我们现在在投的那个印南厂可以说是国际上一流的设备在那边，那我们想打造一个完全国际化能力的服务国际品牌的团队。我们跑工厂跑生产，配配照片，通过微信，都是通过两万来做生意。中国的团队和埃塞的团队的融合，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引以自豪的。当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管好自己，啊，当我如果有点能力，能多付出一点，我毫无保留的会利他一些。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如果由于我的努力能推动行业一点点进步，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和埃塞的友谊的桥梁，同时呢，对埃塞的工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那我就很开心。In Kichao, like a big community, they are very nice and have some items, new items, can help us for make new business. 安全有了，稳定有了，生活好了。人也很和平，政府也帮我们，我们说你留下去。应该风雨过后总会见彩虹，我觉得肯定可以的，越来越好。反正我去了中国了，我也没有想离开中国。是吧？我们就是感觉这个中国就是我们第二个家了。